这两天都出摊了，栗子卖的不错。哎呦，回来了！孩子，受委屈了。孩子，你们俩再进屋说吧啊！哎，快进屋，快进屋，来，快点，快进屋，别动，放心，放心。 那你呢？扔了去。啊，扔了去！干嘛扔了？这叫去洗你的肚子。你娘，这是你亲。让你扔你就扔。顺便买瓶酱油。哦，行行，给。珊珊，妈妈的好孩子，妈妈每天都想你，妈妈看看。珊珊，叫妈妈。 再叫一声，妈妈。好儿子，叔叔真乖。你不在这些日子，孩子天天哭着叫妈，一天都离不开妈。哎，娘。 真是多好的妈！好了，你看这小脸蛋溜光水滑的，一个疤都没了。谢谢你，娘。谢什么呀？来，快喝口水。哎，好，你喝。哎，姐姐，哎，娘知道你这次苦啊，是为大娘子舍得这份情。 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娘，您别这么说。孩子，什么叫患难夫妻？这就叫患难夫妻。你有难他帮，他有难你帮。来，喝。哎，小姐，哎，我。 你来干什么呀？啊，我找叶锦。你找我媳妇儿？苏科长。啊，叶锦，刚才我去公安局接你，没接着，估计你先回来了。你找我媳妇儿有事吗？咱们出去说吧。喂，有什么事就这儿说吧。苏科长，要不你里边坐吧。 事都熬过来了，有什么就直说吧。厂里还是维持原来的决定，开除。哎，不是说可以谈吗？怎么说开除就开除了呢？我知道了。一姐，我。 反正我们是已经尽力了。谢谢。
我去厂里边把手续办了，再把东西拿回来。那我陪你去。不是，还是等大年的回来吧，让大年的陪你去啊。不了，我去就回。啊，娘。 娘啊，叫的还挺顺溜。我跟你说啊，要不是因为那葛大年，你也不会到今天这一步。你别说了，我去厂里办点事儿。我真的不敢相信你会去倒卖假表。咱们俩共事这么久，你的人品我还不清楚吗？ 叶瑾啊，叶瑾，你实话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现在外面什么说法都有，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可以和厂里说吗？争取宽大处理，你这么不吭不哈的，神仙也帮不了你。不是啊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要不是你那婆婆到厂里这么一闹，没准还有回旋的余地。现在厂里啊，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要把你开除。什么都别说了，涂芳姐。 我接受厂里面对我的处分，我走了，谢谢你们大家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跟关心啊！叶瑾，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走了，涂芳姐，再见啊！那你保重我。哎，走了啊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好嘞，忙你忙去吧啊。 东西不多也不沉，我自己能拿啊。就是这个手。 叶瑾，我是来通知你，厂里要向你要回那四面三八红旗手的锦旗，你要知道，那不是你个人的荣誉，所以你不能带走。锦旗在家里，我会给工会送回来的。很好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事儿吗？是这样，叶瑾，有些话呢不中听，可我还是想说。人生是没有捷径可走的，日子是踏踏实实一天一天过出来的。 我知道你很漂亮，很有男人缘儿，很多男人愿意为你赴汤蹈火。可你别忘了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你能说你落到今天这种地步，不都是因为男人吗？这世上的事情真的很诡异，这明明是男人犯的错，到头来倒霉的却是女人。 所以，我劝你吸取这次教训。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一定要敬而远之。我明白了，雪慧姐。谢谢。那行，我送你，不用了，走吧，走，我送你。不是，组长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帮你送回家去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不用，我干嘛呀？动手。 徐慧姐，你不欠这家人任何东西，再这么拉拉扯扯下去，最终吃亏的是你自己。 各位自己想想。大年，你怎么了？这是？哟，快快快，大年，大年，大年，快起来！大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快起来！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
还没事儿，都晕成这样了，上医院吧。没事。那您听你媳妇儿的，上医院。我早就看你脸色不好，铁灰铁灰的。大年子你可不能有事儿，咱家不能禁得住折腾。哎呀，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你看我一点，哎，不，就是有点晕，有点晕。我买菜去。你坐下，你别买菜去，我买菜去啊。娘啊，帮我带包红糖回来。哎，那什么，大年子听你媳妇儿一会儿上医院啊。听我娘的，我真的没事儿。跟我进屋。躺下。不，我这衣服脏，躺下。我让您躺下，坐好。我先躺。手拿开，拿开。那时候几个人？说。你一天卖了四次血啊？哎，最近不是在提倡献血光荣吗？还撒谎呢！我问你。是不是拿卖血的钱就缴了罚款？这卖血的钱哪够交罚款？是不是？我问你，是不是？跟我说实话。大年，你不是铁打的，你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？不是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嘛哈！我跟你说哈，你要是靠这个卖血去交罚款，你就是把我抽干了，他也不够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别不相信啊！我的干爹就是农村的干爹，临死的时候给我留了幅画。嘿，小凤，咱妹，嘿，平时大大咧咧的，关键时候有主意。他让我娘回乡下把那画取回来了，我们就上那个南园市场那哈。去碰碰运气，你猜卖多少钱？3000。我不想听你说这些。大年，一天卖这么多血，你还要不要命了？哎呀，这个血它是能长回来的。再说，你看我撞的跟牛似的，我。来，把这个红糖水鸡蛋吃了。这顺顺喜欢吃蛋，给孩子吧。你别管他，你吃。不，给他吧。我自己来。小心烫啊！哎，把四个鸡蛋都吃了。慢点。来，吃个鸡蛋。我自己来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擦擦。嗯，好。刘姐。嗯。哎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。咱俩还是去把手续办了吧。不是你说的吗？啥时候办手续，我说了算。咱俩就算是办了手续，也不是不来往了。我呢还在城里住，继续卖这个糖炒栗子。娘和我呢就一起搬到那个小房去住。顺顺还是交给娘带吧，他俩都玩熟了。你呢，赶紧找个工作。哎呀，这找工作难啊！你们城里边啊，要是没个工作，那就处处叫人瞧不起。
你说是吧？最近你这嘴皮子练得挺溜啊。说完了吗？啊。说完了，赶紧吃，吃完躺着睡一会儿，我去做饭。哎，燕姐，我把鸡蛋都吃了啊，不能剩。那我到外边去睡。